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天气报告，我系林永津。广东人咧今日受到一股温暖同埋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噶。喺大范围嘅卫星云图，会见到广东沿岸咧被一道比较薄嘅云带咧系覆盖住嘅。喺河嘴望出去啊，其实都见到咧今日都系有些少阳光噶。咁因为受到偏南气流同埋有阳光关系咧，今日嘅最高气温咧普遍都上升至到大概27至28度左右噶。同琴日相比嚟講啊，其實咧都已經大概暖咗5度左右噶啦。咁但系咧温暖嘅天氣就唔會話持續好耐，因為我哋預料咧股東北季候風咧會係聽日咧逐漸咁影響呢個嘅華南沿岸嘅。咁所以咧今晚同聽日嘅詳細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初時會有霧噶，氣温咧係徘徊喺24度。稍後咧氣温就會逐漸下降至聽晚咧19度。風方面就會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聽日會逐漸轉吹和緩的北風，離岸風勢會清勁的。展望方面，我們預料星期四朝早的氣溫會下降至16度，之後的幾天氣溫都是清涼的，而且風勢都頗大。今天天氣報告到這裡，下次再見。